Sharon， 哎，咱们今天去吃什么呀？我们今天去梦游仙境 Sweet Wonderland。Sweet Wonderland 主要是以蛋糕、咖啡和自制饮料为主，他们的手绘菜单像童话故事书一样，每一页上还写着饮料的酸甜度，可以感受到店家的用心。整个店面不大，但设计却特别温馨，以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主题，一进来仿佛就走进了森林。抱枕、座椅都是同色系的，杯子和盘子上还会有小兔子爬着。本兔子要开始吃了。咧嘴猫是热巧克力，里面加了桂皮，喝到后来有一点腻。布雷斯小姐还是不错的，有一点像拿破仑蛋糕，酥皮上面是奶油，奶油上面是杏仁片，中间夹着的芋头一样的东西非常好吃。不过整体来说，食物的味道有点普通，不过设计真的太好看了，非常适合拍照。然后我觉得上海的网红店真的是太多了，但是大部分店都是卖设计、卖装修，其实味道真的挺普通的，所以我们刚才就没吃饱，现在来吃碗面。